我叫王柳云啊，我在北京3年了，在这里帮人家公司里打扫楼层，然后也在这里画一点画。 人家在画画，我去学一下。就然后我也喜欢，免费的我肯定要去一下。如果说他有免费学雕刻，我也去啊，我也喜欢雕刻啊。我怕老了没事做。放一年是到盆里，这盆子里下了水。画画的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它的真实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，必须这样画。画错了以后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把它投掉，从头再来。 哪怕是一片土地、一棵花、一个草，我反复的看它，然后人家说我有天赋，就是说我自己应该是对那种美好的东西比较敏感，不是说现在马上一下子就会画画的。这些画画也是我几十年来的学习和思考，就是从这里学了一下以后，就是说在我脑子里那些思考的东西，然后就通过一种颜色表达出来了。 一辈子都在为了这个生存，就是为了一口饭吃，为了一件衣服，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在那里挣扎嘛。但是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，我读书，我学习，我自己把我的精神弄到一种我自己喜欢的状态里去，去忘掉这些所有不愉快的东西。我们人活着是必须有灵魂的，自己有点爱好，这是养活我们精神和灵魂的。 努力的人，我想应该得到一种比较好的待遇。职业以后，我有一点钱，过我的老的日子。反正我干不动的时候，我手里有一点余钱。万一没有，我就再继续劳动嘛。